他开过。学摩托车本学这个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不会电动三轮车，这是电动，不是摩托本。你也三十没有，还是要教我？哎，你坐这。他直接来是吧？我直接来呀、啊！你先别上去了，万一翻了。我可相信你啊，多大姐。万一翻了。他是怎么的？哎，我开，我开，来来来，找空地。走，刹车，刹车就踩脚刹是吧？这就是加油门嘛，啊，这刹车嘛，就这俩，啊，是吧？拧它就走，啊，踩它就停，啊，然后这是那个倒车，倒车，好，往这一掰是倒车，然后倒车的话就是倒呗，啊，是吧？踩之后往前走，嗯，然后加油门走，啊，停，踩刹车，刹车得勤踩点，因为咱刹车不太好使，啊，就这么个事儿，好，你坐这个，我坐那个。别着急，我知道，先不那个，可以先踩着刹车是吧？对，嗯，先踩着刹车，然后等拿好了再松是吧？对，嗯，不，把刹车踩起来，嗯，踩起来，踩起来，来啊，对，拧，加油门。这个刹车不太好使，就是踩，然后往外踩吧。嗯，对，可以，慢了。嗯。对，稍微拐个弯，哎，大家刹车缓，让它停了。你别踩刹车。嗯。我们下来，从那儿绕过去。我们下来，师傅，你这么强啊！这个有点越野的感觉，嗯，有点越野的感觉。我下一位，下一个吧。有点越野的感觉啊。是不是感觉坐三轮太刺激了？今天水不算浑。是啊。这放越上面越好，反正就是。我得走回去，我不坐越野车了。我走回去，我真走回去，我慢慢溜达回去。啊，你对，你先把它教会了，下次我跟他来换着弄。这个越野车我不坐。哟，慢着点。
啊，我住这个。哎，好，那下面就行了。我就说很多吧。谢谢师傅。这面比还是可以了，主要是多。你要是人家小车，人家还不愿意拉了，那就是货车。那这样，那先这样。那。坐那不动，我的感觉就是，他们是不是一个人都不会开炉子，还带我去开炉子？我感觉你们全部都不会开炉子。现在我们都是巨婴。可以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其实每次聚餐的话，我要看才艺，我要看厨艺，你干啥混饭吃了？厨艺也是才艺。哎，要不然你先等一下，我们那个虎威来了，然后我再跟你去，对啊，也挑战一天肉啊。你的角色是义工，你不是断山，你别，我是以人为本的。哎，你们开心了，我才能开心。不是你开心了，我也开心了。你要挑战一天，你还必须得跟着我。啊，好在我走到山圈了，对不对？摸着黑也能走了。没走过，一个人走还真是很难挑战，因为容易走错路。那哥们也跑了。进来，快点下着雪呢。哎，你好。